就等我哋咧介紹一個樓盤，咁佢就位於 Reading。樓盤名嘅話咧就叫 Green Park Village。Green Park Village 咧就用咗六年嘅時間去興建，分咗唔同嘅期數。最新一期 Woodland Garden 2咧就啱啱預售。Reading 嘅地理位置咧屬於倫敦嘅西南面，如果揸車大概一個鐘頭咧就可以去到倫敦嘅松溫 Dimonds 嗰度。咁聽落去好似好遠，但其實如果你搭火車咧，26分鐘就可以去到倫敦嘅大站 Paddington。另外最大嘅賣點咧就係 Green Park Village 啦，裡面有一個天然嘅湖泊，亦都有跑步同埋散步徑。对 Green Park Village 有兴趣的朋友，欢迎立即联络我们。